哎，开始咗啦。嗱，大家见到台面上呢度有五粒好似 chuck 咁样嘅波咧，其实并唔系出球嚟嘅。今日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好似运用我头先以上嘅表情去控制呢五个圆形机械人去喐啦。大家平時除了用手機控制機械人之外，今次呢個 iBall 3最特別的就是可以利用機械人去控制手機的遊戲啦。點樣做呢？令左、令右、令前、令後就可以控制手機入面的三個不同小遊戲噶啦。即刻同大家看看究竟有點樣玩，幾好玩啊！哇，唔得掂啊！頭先用咗成成嘅面部表情去控制咧，發覺其實佢嘅 face detection 功能咧係好 sensitive、好敏感嘅，所以咧其實大家見到個波咧去向好唔穩定，我都唔知道自己啲表情做緊乜啦。而反而喺用手機控制方面咧就比較容易輕鬆，而利用波去控制翻個遊戲咧，其實又幾好玩嘅。